来关心警政方面的消息，嘉义县民雄警分局民兴派出所员警江元和日前执勤，有民众开车停伫派出所的门口，真相共向警方报称，朋友因为心脏真痛，喘气困难，情况危急，必须立即就医，所以开车为民雄乡中和村出发，要载朋友前往家己病院就医。途中民众的病情变得严重，所以直接开到派出所请求警方协助开路。警方研判当下情况非常紧急，无多等待救护车到场来处置。经过向副所长报告了后，随来由警员江元豪驶着巡逻车鸣笛示警，开刀协助送去病院。本地需要十分钟的路程，仅仅驶三分钟就到达家己。民众到达病院的时阵，已经是昏去。经过医护人员接手了后，送入病房来急救。经过了解，病患多年前曾经伫心脏来到切除的支架，当时心脏非常的痛，并且吸无空气，所以有人紧急开车送去病院，若毋是警方协助，后果是不堪设想。民警会使伫第一时间协助开刀，避免延误就医，及时挽回一条宝贵的生命。对警方的积极协助，深表感谢之意。最新新闻整理，是民雄乡采访报道。努力与坚持，每一步都是向前的突破。每一个人都在为嘉义县创造无限的可能。破茧的曙光已出现，嘉义的希望也正在实现。再创嘉义的梦想。